Hello，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那今天刚好又有机会来做一个简易的开箱文。那各位看这个应该没看过吧？刚上市的这把就是奥恰洛夫，就是算是去年前年吧，奥恰转到蝴蝶之后，那目前就是蝴蝶还没办法出拍，那就是打算今年的7月上市的这一把。奥恰洛夫的 Inner Force LC，那大家先简易看一下它的外观盒子，还蛮漂亮的啊，就黑金那种整体感觉。那我们先看一下，它这把一样是做内力的。那这一支应该说去年那时候有提到，像铃鲁就是日本有发布说铃鲁球拍要上市，那奥恰这支也刚好也是有推出那个讯息。那刚好等到现在今年7月，啊，只是最近就台湾比较难打桌球，大家应该知道，对啊，所以询问度非常高。那网络上我们也陆续出了好几款，就是老好几把出去这样。那刚好有机会了，想说一样做一个简易开箱。那在此之前，它其实 Inner Force 蝴蝶之前有出过啦，但是那一把台湾代理基本上没有，它没有进。那我们做比较的话，我就是拿张本智和的 Inner Force LC 跟今天的主角奥恰这一把来做个比较。OK，那结构待会我们都会一并提到。我先简单的开，给各位看一下它的实际外观。啊，因为编码就是我们之后尽量都盖起来了，因为编码有些客人会询问啊，干嘛的？就是我们尽量编，因为每一只编号都不一样了。对，那这是它的咬标，然后铝牌的部分。那后面一样防伪设计，对啊。那现在就是2021啊，就是 V 码，没错。OK，那先从外观好了，盒子上面现在蝴蝶的不知道新出来的好像都没有做，像铃鲁的也没有做，就是它有一个像之前都会有这种像什么日轮啊，就像攻击啊，然后反发跟震动，不好意思，震动，然后几夹这样子，不好意思，这个对焦比较难对，对啊，现在新出来的好像都没有这样做，但是日本的目录上是会有写啊，那我们一样。两只，待会一样我们会试的，因为原版的那种 Inner Force 台湾没有进，那我们就没办法做一个比较。那这两把我们待会会讲一下它的规格、特色之类。然后我们先给各位看一下它的结构厚度，上面就是奥恰的那个 Inner Force，然后下面是张本的。其实这样看蛮明显的啊，其实，应该说这一支它的拍面就是158×152，然后厚度呢，就是比张本的那个6.0就多了0.2米，这把是6.2的，所以基本上，结构我们讲面材就是08，然后再阿尤斯，然后再就是夹在比较内层的 LC，那大蕊就是阿尤斯的部分，对啊。啊，这个其实很特别啊，因为其实蝴蝶以往的内置纤维的球拍，不好意思啊，内置纤维球拍很少有做到大蕊超过6.0以上，对啊，那我觉得啦，就是真的是为了要增加内力的一个球板的一个底劲，啊，当然发力我觉得要够，发力基本上一定要够，你如果说发力本身不够，你可能我觉得打那个张本的还会比较好上手一点啊。这把基本上我就应该就是因应像奥恰那种国外人高马大、力量很够那种爆发型的球员所设计的一款球拍。那当然不是说我们一般人驾驭不了，我觉得都可以去试试看多玩，因为也许搭载到力量强的球拍，跟自己合得来的，我觉得效果可能都会很好。因为球拍本来就是这样，多打，包皮也是多试才会知道。那我们先讲一下，
我有做一些小资料，大家看一下。这个就是我们讲说，上面这个就是最上面这个 ALC， 这个是最原版的。然后张本跟这次奥洽的 ALC， 我们讲的都是 ALC 的部分。那它的反发一个特性，就是公司啊，日本给的数据 10.0 10.7， 然后 10.7 跟 11.7 啊，这个基本上你看哦，我标个最重要就是面材的一个大小，这个都157150，那自从张本之后就是提升嘛，加大，然后规格就差在 6.0， 然后厚度，对，厚度 6.0 跟 6.2， 这个就是最大差异性。这一次就是主要说已经这个有增加了，那从这里跳过来基本上是增加这个地方，就是面材的部分。那振动频率大家可以看哦，基本上它的数值越大的话越不容易震手。但是你看哦，为什么？当然最不震是那个这次奥洽，然后再来是原本的 Inner Force ALC， 那为什么张本特别震？它的面板加大之后，但是厚度没有增加，那相当于球板就是球容易透，那相当于手震就会很明显的出现。但是手感上我觉得会比较好，因为你知道说你咬球那种深度吃球感觉会比较明显一点点。那反发特性其实因为厚度啦，我觉得反发就是像那种球拍的一个弹性，你当然数值越大就弹性越好。那它的厚度基本上这两种都是 6.0 的情况下，弹性可能就会差不多，所以公司给的数据是一样的。但是奥洽这一把它直接增加到 6.0， 就是多了 0.2mm， 出来以后整个底径就提升很多。刚刚我们看那个就是结构放大图的时候看，应该就知道那个真的差蛮多的。所以说它整个反发的那种特性这数据就提升非常的多啊。我觉得这种就是算基本款，就是中等那种手感。那你如果说想要那种手感比较清晰，那速度又要再快一点的话，其实手感好的就是比较偏张本。那你如果说我本身就不喜欢手震，就是喜欢那种球拍的性能出球快，我觉得奥洽就可以考虑啊，因为它目前呢数据上是最不会震手，那反弹性能又算最好的。对啊，那这个是给各位参考，因为这个日本的目录上就有这些数据啊。对啊，大家可以就是参考看看，这样子比较有趣一点的啊。因为我们拿不到这一支，所以说待会我们就是试电一下张本跟奥洽，那大家可以听一下它的音频频率。OK， 好，那我们直接先颠那个奥洽的这一支给大家听一下。然后张本的，会比较低沉，那这支相对比较高亢一点。然后我们刚刚是轻轻颠了，然后我们再试稍微大力一点。好，放张本的。大家听声应该可以听出一些微乎其微的感觉。那如果论手感，我觉得出球的力量充沛度奥洽真的是有差别，当然是发力要够，当然这个要等到贴皮然后上了球桌去打会比较准确一点。但是即使这样子轻轻去两把去试颠的话，那两把就差在厚度嘛，去颠你就觉得说这一把奥洽就是力量上会非常充沛。那张本的手震，有人觉得就手震，有人就叫手感会再更明确一点，就是球拍的形变可能也会比较大。当然轻轻颠不会什么形变啊，就是基本你贴完皮上台面大力去击球的时候，球拍的形变当然会比较容易。当然就是手感上有些人就喜欢这种咬球吞吐那种持球那种感觉，那会比较明确一点啊。那如果喜欢那种比较偏暴力型那种快攻型的，我觉得这一次
奥恰这把做的规格就是跟以往的 Inner Force 比较不一样。OK， 那这个是简易的分享啦，但实际上欢迎大家就是选购，因为现在公司这一批到台湾也不多啊，我们目前卖完应该剩下一两只，对啊，之后就看台会不会带到，因为目前现在跟日本那边订会不容易，不代理商是这样子啊。OK， 那我们一样再给各位看一下，就是简易的一个实际啊，当然我们卖场上面照片都拍得蛮详细的啦，对吧？啊，有兴趣就是欢迎提出问题这样。OK， 那今天简易的开箱介绍大概是到这里，大概看过这样。OK 啊，有问题欢迎大家在下面做一个，基本上我们都会去看。那再麻烦大家帮我们就是一样按赞啊，订阅一下，还有多分享给一些喜欢听就是桌球就是拉迪赛的那种讲解这样。对啊，就是我们简单的稍微分析而已啦。对啊， OK 那欢迎大家就是多指教一下，有问题欢迎下方留言，我们都会去看。 OK， 那今天我们就是奥恰 Inner Force LC 的简易开箱就到这边。 OK， 那感谢各位收看。